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观看 Dream Out。我们上次是破了一次了嘛，破了一个 bad end 出来，那真是一个意外啊，完全不知道一跑出去就一个结局了。然后破一个结局之后，我的这个画面变红了，变红了，这个画面变了其他画面了，不再是之前那个黑色的画面，再是红色的。我们继续上次的进度吧。这次我们是要进校内去救回我们的同学。上次结局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被困在厕所里面嘛，应该是厕所啦。现在去救他出来吧，应该很快就结局喽。都去中。这边嘛，这边走出去就是一个自己逃跑的结局，然后这边进来就可以救人了，应该救人了。怎么好像变了一个样啊？这边不能走了耶，干！嗨，看，又被你戏了，好暗哦。我用连排的方式，他是从四面八方会过来啦，然后我只要开我的闪光才可以把他找出来，应该是可以把他打退吧。玩家试一试，现在的复活点都好近哦，
用跑这么远。干，这样完了。我是要用手机拍哦，走开啦！不能，手机不能拍。拍啦！干，撞到你了！怎么玩？门就不能开？怎么按？这样看呐、啊？喂、哎，这门的怪物可以拍啦、啊！刚一瞬间抓到吧，抓到而已。不要挡路啦，我又死了。应该是要拍门的那个那一只。从不会嗑药哦、oh, ，OK， 好近哦，好体贴哦。才刚开始就被你抓到了。注意看一下他的。该出来了吧？怎么这么快啊？赶紧装逼哦，用飘的嘞！你可以不要来烦我吗？好困难哦，又要一边闪一边拍，死了我要。有没有一个安全点啊？可以躲在那边拍一下，不然我一直死哎。操作已经不怎么顺畅了，现在还要边躲边拍，而且这个只出现一瞬间而已，一瞬间你们抓到的话就。又要等，赶快出来呀！嗨，你该在我旁边跑来跑去了，干！我光是看着你就饱啦、啊，拍什么啊？我要拍什么啊？好烦哦！我注意到一个，注意不到第二个。我一直看着那个飘的就爆了，完全不能注意那个门上的那个。
我要等你跳，跟你走反方向，然后跟你停下来的时候，才来拍。 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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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差点被抓到了，被拍到。 干，动了。为什么拍不到？好累哦。干，你本来要停了，又被抓到。 干！我变黑白了。要不要拍一次啊？ 角度又要抓好，这个关，完全被卡着了，刚刚。诶，我还没死。
要再追我了，我累了，我按到我手累了啦，逃跑。哎，拍到了，你不要抓我，别抓我。哎，三小，什么画面啊？哎呀，那门怎么了？你是不是没有伤害了？我可以进来，不可以？我怎么可以拍你啦？怎么一回事啊？然后，你死了没啊？干，大笑。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是一直狂拍而已。这是一个拍照游戏。然后怎么我的主角一直弯着腰啊？我记得弯着腰是有东西在附近嘛，应该是。好暗哦，跳吗？我完全看不到前方，我有没有在动啊？哦，这样用相机可以看出房间啊。我猜在哪里？门在哪里？门在那边。好恶心哦。门呢？应该是这边没有错吧？超暗的，这边是哪里？这是要我开着相机走路了吗？那个鬼被拍一下就停一下了。然后现在我要去哪里啊？这边吗？死路。有点麻烦哦。我在哪里啊？这边可以绕出去。我没有路走啊，这里。这边有房间，我一直看着他倒退走就可以了吧？哎，绕回过来了耶！
好，好毛哦！一直有东西跟在我后面。这边是什么？你不要过来，谢谢。你不要过来，谢谢。这边有门吗？这边有路走吗？感觉上不太有哎。好像有。这是哪里啊？干干拍拍拍拍拍照拍照，你讲什么？听不到，听不清楚，我听不到。诶，怎么听动画的？你要变身了吗？你怎么突然变长发了？他来了。影子，前面是什么？这么有一只眼睛，嘴巴哦，那是。我可以自己移动了。我怎么了？这是我的能力吗？干嘛、啊？我这是？干！我什么力量啊？我刚刚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可以捆绑着他？瞬移了。你手指这么尖，你不会割到自己的手吗？你指甲这么尖，不会吗？你不要靠这么近。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不要突然回头吓我、哦！你不要突然回头吓我！你要离开了吗 ？Panon boy gusman cerah， 就是新的一天。Liu tangkal numang gus nepi aja。啊 ？Anak na ngararas hirup na tanah garing， ulah ringrang， lalakon hirup nurek di sorang。Sabar, cerita dijian dengan keringan jaruk gala, korban jiwa, korban raga, asal nyawa kemerdekaan. Ah, 他干嘛自己走进去啊？发生什么事？怎么了？
吐了还自己去摸自己的呕吐物，过后还卖自己的衣服上。蛇女友，好像没有了，真的假的啊？The end is the beginning. It's the end. 看掉。结束是开始的结束。这次跳这些人员名单有音乐了。唉，就这样玩完了。真的假的？是要让他跳吗？要让他过？上次我这样中断了嘛，这次给他过吧。休息一下，我先去上个厕所，等下再回来吧。
Thank you for playing. 跳完了，终于跳完了，会不会等超久？最后要来一个吓人的画面吗？不要。诶，我看完了工作人员名单，给我拿一个成就。他说继续前进，没有什么东西看了，就是说这工作人员名单跳完够又会再跳过啦，所以我可以直接退出了，然后进来动画了。这是琳达，我们一路以来的主角。然后就是街上嘛，他回到来他城市了。这是什么？幽灵哦。怎么到处都有啊？怎么眼睛变红了？你怎么留下这么多疑问啊？为什么我问这么多疑问啊？就这样没有了。其实结局我看不懂哎，结局应该是那个红衣女子，好像是为了要激发女主角里面的某种生命能量嘛，生命力量。然后女主我最后想要封印那个。红衣幽灵，然后呢，红衣幽灵自己打破了那个女主的铁链，激发了女主的力量之后，自己回去里面被封印了，应该是这样。这游戏里面被封印了，然后女主是在她的力量被激发了嘛，所以她。他出街的时候就会看到路边那些路人啊，他们每个路人身上都有一个幽灵吗，一些超能力实体，超自然实体跟随他们，然后会发出一些很奇怪声音的嘛，所以女主就一直戴着耳机，不要跟外界完全断开关系。然后靠最后那个学校里面，我们教师是被上升了嘛，然后那个婴儿那个娃娃被带出去了，然后被带出去之后，他那个娃娃他下体啊好像是蛇来的，就跟这间学校的什么啊，那叫什么啊，象征吗，这学校的象征就是蛇女嘛，跟那个蛇女应该是有关联啊。然后教授逃出去了，我们的女主也回去她原本的城市里面继续她生活，但是她生活现在可能一团糟吧，因为她能力又被激发了，然后她每次一出街过就看到很多超自然实体啦，要跟他们断开关系，也不想理会他们啦，就这样。最后那个女主她眼睛变红，应该是能力被激发之后的一个现象啦，应该是这样。这个游戏这样玩完了，然后 Dreout 这个 O，Dreout OUT 的 O 很像一个蛇，跟这个游戏主题一样，应该是讲关于蛇女。然后游戏也玩完啦，就玩到这里。两个结局也玩完了嘛，一个是自己逃跑，然后一个是回去学校里面。话说回来，我回到学校里面为什么没有救到那个，我们不是有两个男学生嘛，一个是那个多尼，一个是雅燕。那个雅燕这么看到还最后。这游戏像玩完了。像是空的。就这样啦，游戏玩完了嘛。也破完了，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剧情了吧，这游戏先玩到这里啦，我看一下下一个游戏再玩什么、啊、
就先这样啦，我们下次再见了。